2023年9月15日出生的人的才能，生命的总体能量值为12分，未成年时为7分，成年时为2分，老年时为3分。每个时期的满分是12分。男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71岁，第二是82岁，第三是79岁。男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54岁，第二是0岁，第三是57岁。女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71岁，第二是10岁，第三是70岁。女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66岁，第二是0岁，第三是60岁。稳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是更有天赋的。